放楼窗咧，互因个人家咧开会啦。后壁来民众就是香槟边啊，警察过个人拍个所在爱甲拍个，吼、哦，正面伊袂行啦。香槟边啊，人拍个，爱后壁民众来甲拍个，安尼就袂当去咧开会啊。安尼伊会就开袂成啊啦，吼、哦，啊大家来较巧个，人拢计来中只无啥物物件，恁讲个啦吼。香槟边啊，香槟边啊吼，香槟边啊迄旁，拢甲拍个来。了解。了解，你们这样子对付手无寸铁的把我有信吗？那这些公务你小心一点。好、啊，怎样？公务在门里面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走。我怎样？来，示意示意，示意示意，来。今麦来邀请，咱台教会副秘书长钱文涵教授来讲几句话。我拜托后壁这引导的少年警察朋友。唔好对阮这老伙仔安尼，恁的一举一动，历史拢会写嘛。看起来恁大家拢生得缘投，面嘛白泡泡、幼咪咪，但是恁的动作，让我无法度联想起来。今仔阮来遮，只不过是。我们要表达台湾人一个心意。咱的历史无容忍着中国来把咱篡改。你是着台湾人交的税金，你才有法度受这么好的教育。成就才体面，这不是咱教育目的讲，把恁栽培，然后来才把恁拍咱家己的台湾人。我拄只把后壁只个烟头的警察兄弟拜托，一个这种的这么平和的活动。恁都袂当忍受的时阵，难道你是领公，就一定爱用武力是无？蔡正辉教授一向主张爱甲非暴力，伊将有这侪年的抗议活动，伊拢是足和平的，伊宁愿予咱的警察朋友。弄到受伤，伊嘛是呼吁大家来对咱的警察朋友动手。如果咱现今只少年朋友，若连这点都无法度体会，恁可以意识到，这未来台湾会造成什么种动荡的情况？历史是袂使去篡改的，所以今日阮来遮，阮不是像恁，恁来遮徛，恁照常身体命。今日出席遮的抗议活动的好朋友，大家拢牺牲伊的时间来的，因无法度。有啥物大无头领的？相对起来，伫你徛伫恁头前只台湾的同胞是何等的尊贵！啊，人代表台湾教社会来伫遮，因为。有真侪多数，阮的同仁去教育部表示抗议。啊，人只不过是代表台湾教社会，要足有计来到遮，让遮的
委员知影讲，偏偏你驾车只个当然无认同因的讲法，无认同因的做法，所以我嘛是只感谢今日你特别来参与只好朋友，把这一处把咱只引导的警察当然朋友。唔好做迄种诶垃圾步骤。最后，希望咱诶活动会当成功顺利，行路来，行路车。各位，咱现场诶乡亲士大，今仔日有人去教育部30多个社团，但是咱选择。一条上无人来声援的道路，来到台湾教育研究院，主要目的就是遮今仔等于新查，历史敢会使篡改？袂使。一个篡改历史的君王，对历史记载来解，绝对是一个暴君，对无？对。而且，伊要效法，要合理，要用伊的方式来要求教育，用合法暗砍无用的事实。所以今仔陈昭明甲台湾教师协会分两场进行，主要目的，就是希望这委员，恁家己的良心爱提出来。学者有学者的风骨，对无？有。袂当用恁一支笔，一点啊，好干的，要改变台湾的历史。再今仔朋友，你嘛爱知？今仔日恁看的只是微调，只是一个小部分，但是关系到咱台湾囡仔的教育，你的子孙的未来教育，对你未来影响有够大。你莫感觉无啥，我知影这警察朋友嘛真无奈，嘛真辛苦，互相咱来配合，会当用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来争取咱台湾人的权利，好无？好。不是，你说大家站着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调整好不好？快啊！
他不要再往后退嘛，你们先往后退嘛，你们要帮人站马路吗？你要让我站马路。我现在来调整，好了，先挪用。他们过去呢，等于好，过去呢，等于好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好。过去呢，等于好，你们往后退，让人家走路比较好走嘛。你要我们站路中间嘛。谁在莫名其妙？谁在那闹？那你等于是有记录的啦。免计较啦，免计较啦，人家警察也是机会，免计较。你安尼做也无加薪啦，无加薪。 对不对？安尼是要创啥嘛？是要表扬上看嘛？表扬什么威风嘛？啊，人民是国家的头家，啊，你听无呀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用安尼是要创啥嘛？啊，你羞辱台湾人，行啦，你行啦。你不爱发展只车，啊，无是要来路的中呀？ 啊，无来路会中啊！好主意！你来要过往较大个，来用较大个啊！站站站！反正我若无惊车到啦。走，我们往前走。我来大坐，你夹车较好，你后面啊，你刚刚要上去啦。我来，快紧。这是台湾人的土地呢，对不对啊？ 是警察的呢，搞清楚呢，什么人是头家，什么人是新人呢？什么时代啊？你若惊，你着目睭叫坏坏，人着惊。我若会惊，今仔日着无来遮啦，对无？惊啥？谁怕谁？ 无采台湾人，交税金，甲恁自家一丛恁大丛，安尼对付台湾人，对付咱们台湾的老岁仔人，安尼要转啥？变啥物欺骗？转啥物欺骗？你毋知影这体制是流氓政府呀？毋知影这体制是不公不义啊，白的政权呀？安尼硬要，啊恁就做因的工具。 千提千万提这，甲你讲，大家拢爱共同疼惜这个土地，保护人民，对不对？对。恁教的不是安尼教呢？咁就一定爱保护马英九。马英九是一个独裁者，恁看无呀？这个小姐，免安尼计较啦，免安尼计较。 啊，你就退后一步又怎么样呢？他，你不要往后躺了，但是你也不要往前挺了。你想想，你就退后了。对啦。后来，小姐，麦麦加麦加，那个啦，麦加接触了，麦加接触。咱哦，咱来了解。 咱来了解吼，迄个陈大哥，我讲得安尼听较清楚。1979年，台湾发生人民恐怖的美丽岛起义事件，对不对？对。要求政党爱开，党禁爱开放，要求报禁爱开放，要求军事戒严爱解除。咱拍拼足久啊！ 流亡政府来台湾，军事戒严偌久？咱这警察兄弟姊妹，敢有人知？敢有人知？拢总38年呢，38年内底，台湾人出声讲要独立建国，还着讲也要枪杀，这什么政权？台湾人本来徛伫台湾这个土地。 自然都有权利主张台湾独立建国，对不对？对。
台湾人真正是好呆啦，对啦，对不对啊？台湾人真正是好呆，你莫甲我动着，你靠后边一半。你著莫甲我碰碰着啦，你著有甲我动着啊？你靠后边出来，你靠后边就出来啦，免恁免恁紧啦。你等于是发奖金啦。所以，咱台湾人要了解，咱即马要搁咧做人的路咧。台湾人爱看好清楚，想好清楚。毋是今仔日，大家人伫遮食三顿，敢若有连工，咱的子孙有可能连饭通食都无。伊即马要改教科书，是要创啥？就是要准备，要让中国共产党来台湾。台湾人让中国国民党安尼殖民统治，就较忝死啊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人家若搁让中国共产党来，就无命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。虽然伫遮真辛苦，虽然咱看到今仔日内底真侪警察。少数啦，嘛袂当讲真侪，还阁足假敖的啦。毋知安怎，就爱替流氓政府来出啦。你都放好，你都踮遮徛就好啊。我也无叫你袂使徛，你都遮踮遮徛。台湾人民团结起来，人民全胜利。人民团结起来，人民全胜利。